这个产品，它你看，它会摇动、摇晃、摇动，这怎么弄啊？就后面螺丝给它拧紧，后面有一个螺丝，螺丝给它拧紧，螺帽给它拧紧，这就不会摇晃。螺帽给它拧紧就不会摇动了。就这样拧紧，拧紧下面的一个螺丝螺帽，螺丝螺帽。